耶，这锅是什么东东啊？打开竟然是白饭。日本陶锅直火烹煮，完整保留米的香气，把全世界最好吃的伊比利猪烧烤后，将鲜逼出来的猪油淋上去，再打上一颗62.5度煮出来的温泉蛋。哇，菜单上没有的隐藏版伊比利猪油拌饭，讲讲讲讲，正式登场啦！哇！My goodness！哦，先来一口饭吧。饭片蛋。哦。哇。好好吃，好香。蛋香跟米香完美结合，好吃的天衣无缝啊！